文熙归去，贤人回避，阴人赶路，阳人回避。文熙归去，贤人回避，阴人赶路，阳人回避。文熙归去，贤人回避，阴人赶路，阳人回避。平日里都是白天送葬，今儿晚上师父怎么会选择夜里送葬？真爹说这人是横死的，所以不能按平常方式入葬。还有这种说法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爹是这么说的。四方礼让，家属打理。师父，为什么选择夜里送葬啊？虽枉死之人，前世必有业报。可是这和夜间送葬什么关系啊？所谓一方因一方果，夜间送葬只能在夜间戌时到子时之间，如果过了这个时间，是很不吉利的。李良，魂兮归去，贤人回避。奇怪，师父，这大晴天的怎么会打雷呢？阿九，点烛。是，祖父。阿九，你要记住，无水则风道而气散，有水则气止而风无，风生而水起。所谓风水二字，在地学上为最重，天有道，道为自然，风水以阴阳断吉凶祸福，如若出阴阳之外，将会有大事发生。晴天霹雳，必有灾祸，想必镇上要出大事。阴人赶路，阳人回避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尤其如此轻浮地面对自己，不如忘掉一切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佛。没事儿，轻点啊！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看什么呀？谁呀？
你们到底都聚在哪？队长，他们死的有点邪性。 不会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吧？怕什么？就是他真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又能怎么样？队长，这个人好像没死啊！哦，不过好像又被你踢晕了。对，嗯，战友。 将死者送往义庄安置，这个活口送去药铺。是，来，将他们抬走，快点！哎呀！九叔啊，九叔啊，怎么搞成这样？昨晚前有一家被害。 这幸存子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一定要把这给我救活了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走。爹，他怎么样了？还好，还能救活。师傅，那帮警察太嚣张了，就这么把人丢给我们，到底怎么回事也不说，还威胁我们，越想越生气。粗鲁，这作为医者，这行医救命。 那是应当的，也就是你太傻了，才总是被人欺负的。行了，赶紧把他扶到后院病房抓紧医治。哎，爹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钱老爷家全家被害。 谁？你是谁呀？是我老鬼，你躺在棺材里干什么？年龄大了，指不定哪天就不在了。这口棺材是我给自己预备的，你不在药铺当你的郎中。
你跑到死人的地方干什么呀？钱老爷被害，我过来检查一下尸首。生死有命，钱老爷命由此劫，我看你没必要趟这趟浑水。哎，我还是睡我的觉吧。最近镇上不太平，你还是不要出门。二五师兄，师妹，你累不累？爹怎么还没回来？师妹，你不用担心师父，他没事的。阿古师兄呢？他呀，他去给师父打酒去了。师父最近睡眠不好，只有喝点酒才能睡着。天快要下雨了。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瞧你现在的样子，我问你，平时的功夫都白练了吗？打你为什么不还手？我不是一招，你忘了吗？哎，师傅！啊，师傅！七哥，你看见了吗？罪孽本身为我事，现身灵于毁妄痴，沉酣一梦终须醒，冤孽长清好散场。真的有这么疼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兄，对不起啊！不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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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啊！阿古，袭击你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根本就看不清楚。
我不会是看到鬼了吧？鬼？就你那点胆量，真遇见鬼都能置你于死地。无双，去开门。哇，双双，右边漂亮了。哎呀，阿九啊，九叔啊，那个人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估计啊，很快就醒了。哎，那就好，不枉我呀，白跑一趟啊。没事吧，队长？椅子呢？不是，我明明记得有椅子的啊！队长，钟队长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哎呀，这个告诉你们也无妨。据我推测，钱老爷一家应该是仇杀，而且应该是情杀。嗯，情杀？亏你想得出来。嗯。那个，你们有所不知呀，这个钱老爷呀，生平贪财好色，毁在他手上的女人啊，不计其数。当然，遭遇这种事情也就正常嘛。要说贪财好色，谁能比得了你呀？鬼呀！鬼呀！鬼呀！伤者醒了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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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鬼，鬼啊！你告诉我，钱老爷一家是被谁杀的？鬼。你先别害怕，你见到的鬼长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，他披散着头发，全身都是血，都是血。不要怕，你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你都看到了些什么？那天夜里，我们经过老爷的房间门，我们几个想进去查看。凶手怎么会是个男人？难道？钟队长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回去还需要调查，你看好伤者。师父，阿果碰到的不会真的是鬼吧？队长，在凶手没有抓到之前，一切都必有耳闻。哦，我的个哈丘，敢打铁砂掌，给我抓起来！闪开！快点！村的李大婶。什么？李大婶？毙了！去。
拉出去。来了，阿婆。哎，阿婆，你的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再吃一副药就可以完全好了。我这身子骨啊，越来越不行了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哎，不过啊，就我这身子骨，比起那些死去的人来说，赚大了，赚大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又有人被杀了。昨天晚上？是啊。哎，那个惨状哦，吓死人。听说这个人啊，刚从那小酒馆出来，就被人给盯上了，而且还当着警察的面被杀。这都是些什么世道啊！好了，我走了啊。阿婆，我送你。阿婆，你慢走。阿婆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慢走，阿婆。慢走，阿婆。爹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哎，镇上又多了一条人命，恐怕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这哪是喝多啊，这分明是谁家鸭子上街了。可是我觉得挺可爱的呀。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本来啊只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，看来这次凶手袭击的目标似乎都跟酒有关。小心火烛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什么呀，大晚上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嗯，这一瓶酒能把人喝醉啊。阿果，有什么发现吗？阿果，哎哎呀，阿果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喝酒呢？啊？哎，阿果，好多吧你啊？你喝醉了你？喝醉了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阿果，嗯，你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阿果，你怎么还在上面去了？好啊，好啊。阿果，阿果，Yeah.
街上禁止打洞吗？队长啊，他就是凶手啊！什么？全体都有自由血清。王队长，寻找资金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好了。哎，就说，我们走。自由射击。不是我。这都是帮什么人啊？明明我救了他们一命，连声谢谢都没有，没素质。哎呀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既然凶手受了伤，应该跑不远。给我送。是。给我追。哎，等我呀！哎，等我！你们往那边送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啊！哦，轻点儿。还知道疼啊？放心吧，胳膊上这些伤只是轻伤，屁股上的伤才是重伤。哈哈哈哈，师傅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无双，把药拿过来。哎，师傅，这凶手力大无穷，还擅长咬人，会不会是僵尸啊？先不管他什么东西，如果一天不找到他，镇上就会多几条人命。哦，爹，药来了。嗯。按住他！好嘞！啊！师傅早啊，师傅。早。早啊，师傅。早。得，碍眼的又来了。哎呀哎呀，九叔，早上好啊！什么风把钟大队长吹来了？哎呦，这不还不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凶手早就被我们抓住了。哎呀，我这不都是为了保护大家吗？双安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保证早日抓到凶手，替你报仇。阿果，泡茶。哦。哎，钟队长，附近有没有人报案丢鸡的呀？鸡。我哪有什么心思管什么鸡呀，我。怎么，这跟凶手有关系啊？最近跟凶手照面，凶手可能以鸡为食，所以让你调查一下这附近有没有谁家丢鸡的。有道理啊，回去我就让人调查。哎呀，干嘛？我们给他加点料，这样不好吧？师傅会骂人的。你没看见他看师妹的眼神死眯眯的，我忍不了。我觉得可以多加点。钟队长，另外我想将钱老爷家安葬。俗话说，入葬不过三，逢妻不出门。钱老爷家现在无亲无故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个一切都依你的意思。公务繁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朱队长，喝口茶再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每天都来。几位大哥，你们先去挖坑吧。是。哎，师傅，这钱老爷下葬怎么不穿寿衣啊？想来钱老爷并不是寿终正寝的缘故吧？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葬而次之。聚财纳福，今日为钱老爷选择此地，希望他放弃世间恩怨。
兄弟们，抓紧时间赶紧挖哦！阿五，啊，去北处坟头前先上炷香。嗯，好。阿果，你去看看钱老爷的尸首。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啊！见怪不怪，见怪不怪，见怪不怪。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。见怪不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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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怪不怪。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你这儿了吧？今天幸亏遇到我，给你多上几根香啊！百无禁忌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山里面怎么会有蝙蝠呢？大家不要慌，这蝙蝠是山里邪气所吸引。最近镇上不太平，怨气极盛。师傅，挖好了。嗯。爹，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开始吧。起坛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八卦星阵显威灵。师妹，我怎么觉得师傅不像个郎中？倒像个神棍呢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听爹说，以前我们祖上是风水先生，所以对这些风俗都很精通的。哎，师妹，师傅这些法事你都会吗？家魁神，爹从来都不教我这些。天人椅，巨门从头出，四宝位，三壁露红道，续前寺，四路文曲照，陈续海，进取文曲位，耿炳新，位位是破军。银耿丁，一粒朵不清；五幺丑，九子右臂手。终于大功告成，下葬。此地是镇上的藏龙脉，我们必须将棺木竖着葬，以泰山石盖顶，死者脚下必须踩以铜钱，防止邪气接近。我明白了，这叫镇龙。不错，钱老爷一家死于非命，怨气凝结于身，所以必须将棺木竖直。身着卜子棺服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将变成所谓的尸变。啊，那会变成僵尸吗？会不会变成僵尸我不知道，但是风俗如此，我们必须自然遵循。带上来。为什么抓我们？我们只是丢了鸡呀、啊！我们是冤枉的。你说 你抓我们有什么用吗？对，是啊。我们中队长说了，凶手能偷你们的鸡，必是与你们相识。只要你们现在老实交代，我立刻放了你们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人都……哎，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子、啊？你们就在这里给我好好待着，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。走，对，带下去。队长，队长，哎呀，你怎么了呀，队长？哎呀，拉了一整天，都快虚脱了，肯定是，你是压迫了两个小兔崽子，我，你给我好好整整那两个小兔崽子。哎，对了，队长，我把那些丢鸡的村民关起来了。不行了，队长，快，快！
我这队长，这就是这小兔崽子啊！累死我了！没想到师傅做一场法事这么麻烦。这历来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红白事儿了，繁琐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师妹去哪儿了？在屋里吧。也对哦，这么累了，师妹应该已经睡觉了吧？这今天晚上的月亮美得有点像师妹。师妹比月亮美多了好吗？你看我干嘛？我龙云飞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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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飞在哪儿？差点就被发现了，要是被抓到就完了。都怪你，非得看师妹洗澡。你还怪我，我要不拉着你，你肯定被抓住。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肚子饿了，找车子去。这个不错。无双啊，你先不要生气。如果真是你那两个师兄偷窥你沐浴啊，爹肯定好好替你出口气。这两个家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连自己家的师妹都舍得下手。要是见了他们，我非得把他眼珠子抠出来。大晚上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还人影呢？连吃的也没有，吃的没有，又刮风又下雨，什么破天气嘛！干嘛？怎么了？Yeah!
玫瑰，玫瑰，我爱你。啊！我不想当兵了，我想回家找妈妈。玫瑰，玫瑰。宁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办？走！哎呦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跪下！哦，你们可知错？啊，师傅，我们怎么知道错哪儿了？还敢狡辩！我问你们，张勇为什么装鬼吓唬你们呢？这个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嘛？中队长一直跟我们不对付，他想整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对啊，师傅，这都欺负咱们头上来了，这不很明显不给你老人家面子吗？臭小子！还敢激我？还有，我问你们，是谁做了对不起你们师妹的事儿啊？啊，对不起师妹，师傅是谁？对，师傅，这偷看师妹洗澡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还说没有？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被人偷看洗澡的？我恨死你们了！好啊，臭小子，把你们在祠堂跪六个时辰！啊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帅，早上好。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啊？你的手下们呢？啊，那个啊，他们拉肚子，我给他们放假一天。这个肚子疼还会传染啊？九叔了，中队长一大早来我药铺，不知道有什么事、啊？还不是为了偷鸡的事情。哎呀，我查了，镇上总共丢鸡的有六家，这是他们的地址。这几家居然都在城东，想必凶手经常会在城东出没。有道理呀。那丢鸡的人有没有给你提供什么其他的线索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我把他们啊都关在大牢里头，哎呀，什么也没蹦出来。哎，什么？你把他们都关起来了？我想着呀，或多或少他们都跟凶手接触过，想着问出点什么嘛。你还是赶紧把他们都放了吧，免得凶手的线索没找到，反而啊让别人戳你脊梁骨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也对呀。反正啊啥也问不出来，我还得养着他们。这样回去我就把他们放了。你还敢来？我打我。冷静冷静，我怎么冷静？你看我们身上的伤，你是不是应该赔偿点我们什么啊？哎呦，你们昨天把我搞得不也很惨吗？我回去之后拉了一整天，都快拉趴下了。中队长，是我教徒吴芳，还望中队长大人有大量。看在九叔的面子上，这件事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大家扯平了。扯平了啊！多谢中队长，还不快谢谢中队长！啊，谢谢中队长。九叔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一下，早日抓到凶手，这样早日能让镇上得以安宁嘛。好，多谢九叔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哎，帅，再见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师傅，这还是他吗？平常不这样啊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去干活去。哦，
张勇，队长，你回来了呀！啊，队长，你有没有为我们报仇啊？报什么仇啊？那个，你看见我们都被打成这样了啊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呀？啊，经过这件事情啦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他们啊，还是不惹为好。万一要是以后成为一家人，那我岂不是没有好日子过了？嗯，对了，你去给我准备一份女人喜欢的礼物，我要送人。队长，队长，礼物。女人喜欢的，哎，绝对喜欢，帅不帅？太帅了！好，行了，你回去养伤吧。哎呀，帅个毛线！哎呦，哦，哦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。你就原谅我和阿果吧，好不好？你俩还说，我不想理你们了。哎呀，师妹，你不要生气了嘛。师妹，好师妹，你不要生气了。爹，师妹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哎呀，哦，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吃饭。哎，谢谢爹。嗯，大家这么早就吃饭呀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让他来的，不行吗？哼！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坐下来吃点吧。哎呀，师傅，哎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！双爱。昨天让你受惊吓了，这是我备的一份礼物，希望。这马屁拍的，受惊吓的是我们俩，好不好？双爱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只要双爱喜欢，我就开心。行了，吃饭吧。师妹。谢谢程队长。够了。九叔，莫生气啊。双爱，来来来，喝喝，哎，哥你们喝起来，喝喝喝，哎，六六六啊，五魁首啊，哎，输了输了，喝，喝，行。行，哎，来了，客官需要点什么？再给我上一碗好酒。哎，好嘞，来喝，喝，嗯，喝。
哎呀，看来这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个人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快点！所有人看守好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是，你跟我进来。 有什么发现没有啊？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凶手每次出现都有鸡毛伴随。哎，师傅，这鸡毛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全城有这么多养鸡的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要捉鸡排场？从色泽上来看，应该是从活鸡身上拔下来的。 这说明凶手可能以活鸡为食。凶手专以活鸡为食，看来鸡对凶手来说，应该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。钟队长，你帮着调查一下，看看最近几年有哪些人以养鸡为生。好，放心，这个我来办。 凶手极其凶恶，专杀醉酒之人。我感觉他因酒产生仇恨。钟队长，你让人调查的时候注意一下，看看养鸡的人中有哪些人家喜欢酗酒。好，张莹，有。 哎，师傅，您之前说凶手是因为酒经历过残忍的事情，所以才行凶杀人的，是吗？没错。不过，这也仅仅是我的猜测。凶手最近行凶都跟酒有关，照这样看下去，恐怕会死更多的人。 我们并不知道凶手在哪里藏身，而且之前喝醉酒引诱过他一次，这次恐怕很难再将他引诱出来。要不，我们把这伤进酒？咦，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这治标不治本，看来我们只能从养鸡人入手。爹。 你有主意了？钟队长之前给过我名单，他们基本上都住在城东。现在我们只能等张勇回来，调查仔细了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埋伏凶手。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大家放心，我保证一定抓到凶手。 师兄，你们倒是快一点啊！快点！来了来了！哎，钟队长，怎么就这么点人呢？好，其余人我已经安排埋伏好了。城东总共18家养鸡的，一旦发现凶手的行踪，他们会立刻发信号通知。今天晚上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抓到凶手，否则会更加麻烦。嗯，放心吧，今天晚上让他插翅难飞。师傅。
我能不能不去啊？阿果，你怎么胆子越来越小了？没事儿，我保护你。阿果，希望这次行动能克服你自己的困难。钟队长。啊！全体都有向后翻，划算。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出来，听见没有？是是是。来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几个往那边去。你们那边快来。怎么没去演中队长？把中队长咬死了，我就是队长的呀。嗯，哎呀，这就是城东最大的养鸡户了。现在是虚实，凶手应该开始行动了。告诉你们的人，见到凶手千万不要与之交手。放心吧，早就吩咐下去了。好了，大家注意观察，不要放过一丝机会。嗯。哎，你说凶手会出现？谁知道呢？我倒是希望凶手不要在我们这里出现。我们两个加起来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。也不知道队长怎么想的，怎么会相信一个郎中？去，别瞎说，这让队长知道可没你好果子吃。星星，凶手出现了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有些尿急，那个您坐谈一会儿。你这家伙不会又想偷奸耍滑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我去去这回，看好，看好啊！怎么了？有情况？那个，我刚刚好看到黑影，黑影，好像是凶手，快发信号！你注意后面！凶手出现了。哎，走！哎，走！住手了！挂嘴！好了。哎，
分头搜。师傅，这边。师傅，师傅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呀，起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儿，这儿。他应该就在附近，我们追。师傅，这这个山洞非常诡异，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师妹，你先走。师傅，我怎么觉得这家伙就藏在这里面呢？师傅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嗯，你跟无双待在外面，我跟阿武俩进去。师傅，你们小心啊。对，你要小心啊。师傅，你看，师傅，师傅。奇怪，这洞里怎么会有铁链？这铁链怎么感觉像拴什么东西的？不好，阿果和无双有危险！阿果师兄，你能不能别走了？你绕来绕去，我头都晕了。是啊，我跟师傅什么情况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都怪那个臭怪物，如果师傅能早点说服他就好了。你别自己吓唬你自己了，怎么会啊？再说这……啊、哎呀，糟了，凶手力大无比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怎么办？只能想办法牵住他，等爹他们回来。师傅，
我倒要看看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啊！队长呢？队长呢？我在这。队长，放我下来！快呀！啊！可恶，又让他给跑了。别着急，他是跑不掉的。明天我就带人搜山，不信抓不住他。这次多谢钟队长了。就说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发现了凶手的行踪，就应该提前发信号通知。你们这样擅自行动，你看，这不凶手没抓住吗？喂，哎，你就会说风凉话是不是？咋的啊？发发牢骚不行吗？钟队长，这次确实是我们的错。不过，钟队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我回过头来发现你们不在。这不担心你们的安全吗？所以我就顺着你们的脚印找到你们了。你是担心我们呢，还是担心我师妹呢？哎呀，师妹，你刚才为我伤心的时候特别好看。可怜的人啊，估计是被凶手打昏了头喽。说，我没事，我好得很呢。对啊，这样说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哎呀，这地方像个离婚证一样啊。哎呀，那凶手是不是跑了？别来三两去啊。哎呀。这地方也就这几座山，他能藏身的地方应该不多呀。哎，那边是什么？哎，那边那好像是镇上的义庄啊。那就是义庄啊。走，去看看。哎，兄弟们走。干什么？他就是看守义庄的老李头。老李头，这是我们镇上警察厅的钟队长。钟队长，你们到义庄来有何贵干呢？我们来这里还需要向你说明吗？不敢，不敢。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哎，他好像就凶手。来人，抓起来！好啊，把你抓起来，抓住他！哎，钟队长，是不是搞错了，认错人了？真是埋头半截的人了，怎么会杀人呢？容不得你狡辩，带走，抬走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刚刚说会杀人呢，钟队长，钟队长，别走！
找错了吧？哇！师傅，凶手被抓住了。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与李老头相识很久了，他现在身体虚弱，他不可能杀人。师傅，我怎么觉得跟凶手很像啊？九叔，镇长。啊，请。这次请你们来，是为了医治小女的病，还请九叔多多担待。这是自然。不知小姐得的什么病啊？这个，哎，还是你们自己看吧。来人，快去请小姐。是，老爷。爹。Yeah. 镇长，小姐，这是这，哎，阿果，你先带小姐下去诊治，我有话对镇长讲。七哥。啊，小姐，这边，这边。七哥。啊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说哪里话，医者不避讳。不知小姐为何得这个病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哎，我记得当初青岩好像爱上镇上什么人，不知后面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。对了，刚才您说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哦，你还记得义庄的老李头吗？哦，当然记得。说起这老李头啊，跟我家还有些瓜葛。早些年呢，他以养鸡发家，只是后来，可惜了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，哦，原来如此。老李头因养鸡发家致富，本是喜事，可是却偏偏染上了赌博酗酒的恶习，导致家破人亡。是啊，这李老头妻子因忍受不了他长期酗酒家暴，所以啊悬梁自尽了。他的儿子也因此离家出走，不知所踪。听说这李老头为他儿子立了一棺主，只当他死了。哦，那这老李头跟钱老爷有什么瓜葛？这李老头与钱老爷因生意相识，这钱老爷呢生性狡诈，总觉得自己吃亏，所以啊就引诱李老头吃喝嫖赌。哎，因此多谢镇长告知此事啊。无妨，无妨。师傅，师傅，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七哥，你不是说过最喜欢我的吗？难道你要再次离我而去？青岩，休得无礼。爹。哎，实在让你见笑了。我就这一个女儿。镇长放心，我们定将尽力而为。多谢九叔。青岩。师傅。七哥，七哥，你别老跟着我呀。你什么？她是镇长的女儿？
果师兄当成恋人了。阿果，你运气可真好，这么好的事都能被你遇上。出去一趟，带这么漂亮媳妇回来。你在看我笑话了？赶紧想想办法呀！阿果，这段时间就由你来照顾青岩姑娘了。啊？对了，师傅，您之前说李老头有个儿子叫李奇是吗？没错。我怀疑连续作案的凶手就是他。你还记得山洞里的铁链吗？我怀疑是被他爹一直锁在那里，山洞距离义庄不远。而李老头他也一直不愿意离开义庄，我觉得这里面定有什么其他隐情。肯定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哦，师傅，我想起来了。之前咱们安葬钱老爷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李奇的墓十分的荒凉。如果李奇真的死了，那老李头不可能不管不顾啊。这么说，这李奇还是蛮可怜的哦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但归宗结底，还是他父亲的缘故。哎，师傅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，可是我们怎么抓他呢？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样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记得他父亲。我记得之前去义庄时，看到地上有一缕鸡毛，我本以为是死者身上的，现在想，应该是他留下的。哦，师傅，您是说他会在义庄出现？嗯，一会儿你去联系钟队长，嗯，说清事情缘由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听说啊，凶手确定是老李头的儿子，十之八九。好，今晚不能让他再跑了。张勇，李代人在义庄四处埋伏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不是让你留在药铺吗？你怎么带着青岩小姐一起过来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这药铺根本就待不住啊。一会儿你要好好保护青岩小姐，跟在后面。如果青岩小姐受到伤害，只怕我们不好与镇长交代。天哪！要来的是重要来，就让一切的罪孽就此结束吧。哭了你呀、啊，我的儿啊，这一切都是爹的罪孽呀。儿啊，就让爹来结束这一切吧。凶手出现了，今天让他插翅难飞。我跟阿武先进去，你带人围住四周。放心吧，保证哪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阿武，爹，哎、小心啊！爽儿，我来保护你。散开。虽然你的经历让人同情，但是我今天必须替天行道。那就说。求你不要杀我儿子啊！老李头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李奇了，
因为他镇上已经死了太多的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罪孽呀！你，阿翁上，请说。阿武，阿武，拿绳索来。好。老李头，你为何要执迷不悟呢？程队长，一来的时候我就想杀死他，可是我下不了手啊，因为他是我儿子呀。老李头，他已经疯了，成魔了。我儿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李奇。我叫青年。娘，娘，娘！青言，青言，青言。
钟队长闲来无事啊？哎，闲来无事，所以到处逛逛喽。哎呀，小爱又变漂亮了。哎，你快，油嘴滑舌的。咦，我就喜欢这个调调。钟队长，老李头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青岩小姐的病啊，突然就好了。镇长啊，可是一心想着要感谢你嘞。哎，青岩姑娘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希望她早日能从阴影中走出来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看病吧。好。哎呀，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有件事啊，需要跟你讲清楚。什么事？你说呗。以后离我们家师妹无双远一点，不然别怪我们手下。啊，呵呵，那我们公平竞争呗。还有阿果，你就不要凑热闹了。我听说之前青年小姐可对你是心慕已久啊。哎，李琦啊，如今已经过去了，这个时候你入手的话正是机会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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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提起此事。哎，队长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才是双儿最亲近的人。哦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如今双儿已经改变了对我的看法，我们可是一笑定情。啊呸！臭不要脸的，我们和双儿一起长大的，我送过他定情信物。我们看过双儿洗澡。双儿洗澡。啊！